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这么一点 Avalon， 话说刚开始那个 Skin 与 Bob 在第一集的时候说那个好像 Adventure Time， 其实我回去看 Adventure Time 的时候，发现它就是刚开始那个 Adventure Time 的那把剑，不过那把剑是横着进去。其实这款游戏就是很像银魂，他抓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梗进来，像记得上集 episode 的时候，他妈妈的膝盖好像也中了一把剑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补个血，等一下我的血回来嘞。好，上集 episode 我剩下五滴血，不过应该没有问题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要往北方走，可是他说要往南方走，是吗？还是往南方走好了？应该是这个地方，大黄蜂 attack。他说我跟 Caris 的就是站的位置不太一样了，是这里对不对？嘿，哦，这个地方就是需要用到炸弹，我该怎么用？啊、炸弹超人啊，糟了，不能出去。可是以炸弹超人来说的话，应该会炸到我自己啊。我们要换成这个，这样子一格，真的好像炸弹超人哦，有没有一种那种感觉？好怀念哦。我们可以炸他吗 ？Boom！ 哦，好像效用不大，还是换成剑好了。聚合斩，哎，不行，我可以用炸弹把它炸开吗？炸弹可以炸爆石头，炸爆一棵树，应该是很困难的。Boom, you got it. Oh, you kill a bat with a bomb. 这是成就之一哦，超酷的。嘿嘿，哦，这个是。咦 ，You get the time travel, hit the crystal with. 哦，它可以就是时间旅行，又变回来了。再打一次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酷，我想用这样子玩。可是是不是有些地方要换回来才能过去？好像是哎，让我们再换回来吧。哦、oh, ，这也太有趣了吧！在放大的时候，这边有一棵小小的树会挡住我，没有办法过去。但是在切回来的时候，这棵小小的树就像地上的，就像地上的八位元的那种背景一样，好酷哦！这个是什么 ？Please do not turn the small. Please do not burn the small trees. 拜托不要把小小的树给烧了。那我们就把小小的树给烧了。嘿，哦、oh, ，我不小心切到了，再切一次。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游戏之间的差异性有多大了吗？我们可以推这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把这小小的树给烧了。哦，不能推过去。好吧，那至少我们可以跨过这个东西。哦。嘿，嘿，嘿，吃掉一颗星星。其实我蛮怕这个有星星的这个模式的。哦，不能过来。一定有办法能够过去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是要……哦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我们要切回成这个模式，然后不能……哦哦哦！这样也不行，推不行推。那我可以把这个炸坏吗？不行，再变回来。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过去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不对，我不懂。我要怎么把那个东西给移动它？往前推，用力推，不行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移动它。
好，先不管它了，我们先继续往里面走喽。上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有爸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，也许我还有时间可以回来到这个地方。又到了洞窟，OK。蛮讨厌这种设计的，一次只能走一格。至少他会告诉你哪一格可以走，哪一格不能走。天啊，那个宝箱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哎！这边是死路，哦，这边是死路。这是死路。我刚从那个宝箱的那个地方离开了。哦，也许是这条。哦，那是死路，差点掉下去。我只是想要那个宝箱。我发现我的剑变短了，这是好还是坏呢？成功了 ，Open。哦，可以。哦，感觉不错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，哦，我们可以就是用剑，然后我懂了。我们刚才在外面试那么久，我们可以用剑让它。哦，这边都是死路哎，都不能过去。哦，哦，其实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嘛。我们可以用剑，就是，嗷，嗷，嗷，好痛哦！我们可以先用剑，然后经过这段火堆之后，让那棵树烧起来。原来是这样子用，嘿。它太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让它变小一点。这样子应该可以。这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啊？原来用弓箭也可以耶。哦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面冒险了。这些怪物有点可怕。哦，才刚讲完，这边又是要解谜了，对不对？我先到上面去看一下好了，这边不能过去，要变成这样子才行。哦，又是解谜的东西，这边需要炸弹，然后，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嘿，嘿。它真的跟萨尔达的 BGM 就是解开谜底的时候跟那个一模一样，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的。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哦，什么都不是。那这里应该就能够过去了。你得到了哦，成就是吗？切换十二次。那我们就可以到右边这个地方，这边有个宝箱，看一下宝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Open。哦，星星又得到一个成就了 ，Star of Avalon。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往上走。我不能把草给射坏，我想到那个地方，可是那个地方怎么过去啊？研究一下。哦，这边什么时候跑出来一条新的路？我刚怎么没有注意到？是我太迟钝了吗？欸，真的有一条路哎，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条路。手里拿着剑 ，King， 可恶 ，King， 哦，星星。他说他明明是一颗完整的星，但是却只有补那么一点点。这里又是哪里啊？哦，没有看到。
好像有个宝箱在前面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是往这里走吗？不对不对，这就是回来了。哦，宝箱在下面，是不是要想办法绕过去？哦，这好复杂哦。这可以用炸药炸它。哦，这个呢？这个也可以炸吗？不行，炸不出火花。大家知道，就是电影里面有时候，会有人拿枪射油桶，然后油桶就会爆炸。其实真正在现实世界中，油桶并不会因为这样就爆炸，因为子弹射到油桶的时候，并不会产生火花，而且会产生火花，但是那个火花并不足以让油桶爆炸。哦，好像炸弹超人哦，可是这不好炸。哦，嘣，可恶。再一次，嘣！我本来是换成剑哦。King， 这个宝箱里面是什么呢 ？Open， 又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。所以这里是一个没有用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必须要，哦，这边是要拿箭射它，嘿。右边有一个火，不是这样子做。然后我们可以，哦，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里面来。哦，嘿，小位置 ，King， 哦，这是章鱼，这是章鱼，不简单。我们必须先把这个给炸坏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边绕过去。哦，我懂了。然后换成 barrel， 不是 barrel 是那个桶子啊。被 PewDiePie 影响太大了。这样子应该是可以了。然后往下面走。我们要让两个都有火哎，所以该怎么让这个有火呢？应该是往下面走吧。这个地方解谜真的是蛮难的。果然有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到。这个蝙蝠，好，想办法射到那个。我们要绕这边过去，然后绕过来，绕过来，再绕过来，没有办法直接从左边呢。用弓箭，咻！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要，不行不行，还不能变回去，因为变回去的话，哦，所以要把上面那个给射下来，这样就懂了。这全部都是十字组成的东西，好像解开了什么东西，又好像没有解开什么东西。好像漏掉了一大堆箱子，但是又好像都拿不到那些箱子。这款游戏怎么回事啊？这边扔炸弹，嘿 ，boof， 然后可以往上走。这样有什么意义吗？好像有意义，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们要让这个东西着火，所以这样直直的对下来的话。应该是，哦，我们要再绕一圈回去。我们要把上面那个机关也点燃，圣火，然后切换成弓箭。对，我们要切换成我们的这个，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的。所以每点燃一个圣火，都要实质每一个方面都射一下，是吗？然后就会莫名的解开一些机关，可以往上面走。哦，两个火都点燃的时候，它就消失了。可是左边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捡到，等一下又要被绑吗？这里应该什么都没有。往上走呢？不管了，以后再来说，搞不好又是一些星星之类的，你说是不是？King，明明就砍到你了。
这边是机关，我讨厌这种地城，这种地城每次都把我弄得快要死，快要死。OK， 我觉得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先到这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个订阅，随时订阅片频道，随时跟踪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